全球最受欢迎的动画人物 Pinkfor 会在今个暑假在九展举行 Pinkfor 世界力奇乐园开网站，入面设有多项的游戏和活动，还有不少特色的打卡位，我们快点一起进去看看有什么玩啊。小朋友坐在 Pinkfor 世界力奇乐园的专属座椅上面，一边影响打卡流年，一边享受模拟驾驶的乐趣。模拟驾驶之后，小朋友可以坐在 Baby Sharks 身上，在海上面穿梭畅游海底世界。会场内还有超大型的波波池，入面有弹床、滑梯、软爬架等等，喜欢玩波波池的小朋友入到去之后绝对会超级兴奋。小朋友最喜欢就是玩叉的了，从中还可以启发到他们的创造力。场内设有科学沙给他们玩，干净无害之余又乐趣无穷。木粒沙池都是小朋友喜欢的游乐设施之一，池中还有不少运送、承载、铲子等等的用具，让小朋友可以享受铲爬木粒沙的过程，同时也可以训练到他们大小手机的运用。小朋友还可以和家长在 AR 互动投影之下大跳大唱 Baby Sharks Dance， 之后小朋友的动作会被投射到大荧幕上面，还会被记录下来。跳完整阵舞之后，家长可以拍下二维码留下个片段永久回忆。小朋友还可以站在肥皂泡入面，尝试以水中的视角去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。小朋友站好位置之后，望住屏幕和 Wedress 一起努力奔跑啦！记住要避开不断跌落来的障碍物啊！场内还有沉溺式体验互动游戏，可以给小朋友尝试下做太空人的滋味。他们只需要在荧幕前揀好太空人的外表再拍张照，完成之后再将太空人射上太空，就可以装扮成太空人咁翱翔星际。小朋友坐在板上面，在斜坡草皮上滑落嚟，享受极速的感觉，畅快无比。小朋友还可以坐在云朵这样的空中滑索上面，在室内度安全地感受空中滑行的快感。快点拎啲乐器和朋友一起奏出大受欢迎的 Baby Sharks Dance 啦！场内还有室内营地，给小朋友感受一下户外露营的滋味。走出露营地区，小朋友会见到一排又一排的哈哈镜，这些绝对可以挑起他们的好奇心和投资欲啊！还有不同形状和难度的高尔夫球草地，小朋友可以拎起小小的高尔夫球棍，将高尔夫球滚入洞中。馆内还有 Pinkfor 和这一套卡通其他角色的大型模型，还有 Pinkfor 的人偶都会不定时地出现，给大人和小朋友尽情打卡，喜欢他的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！场内还有不少关于 Pinkfor 和 Baby Sharks 的游戏设施和打卡点，喜欢的小朋友就快点去玩啊！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